我电影喷吹风屁吧，不挺好看的吗？我抠一下，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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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抠一下。我已经满血了，你呢？我抠一下，滑了。哼！哎呦啊！哼，你的跳舞啊，会为你们家 ADC 带来沉重的代价。下边再杀他，不着急。咱先插个眼儿，看看这包女儿在没在野区啊？找一波包女儿，看看包女儿搁哪呢？包女儿。打吧。哎，这包女儿，哎，这包女儿，她漂亮，堂堂，给你了，那我不要了。我们眼神助攻也可以，其实。恐惧，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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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炎，挠，抠，挠，好闪。他们的傲慢终结了。我一个滑了，回多少血？滑了。打吧溜，挠，挠，挠，走了，闪现！我的发，这也能咬着我？勾引失败。我以为能勾引成功呢，人勾引他一波，正好唐唐来了，你知道吧？居然勾引失败了，我没想到啊！出现了一条小径，挠，跟着巨魔打，咱得先出那个血色之叫什么来着？孤儿刀啊，血色之印吧，啊，血色之印。抠。先不抠了，现在抠他没用，他无限回血，我们不合适跟他抠啊。这波兵让他吃着了，挺难受的。不过抠一下，滑了，滑了 ，W E 滑了，恐惧 A 抠 A， 离塔太近了，不好杀，一会儿的啊，下边再杀他，在这等他。E W 恐惧，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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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以为我走了，其实我没有走啊，这波别让他玩了啊，他玩不了了，这波直接吃一层塔皮，然后去塔后断线，把他杀了，两层吧。嗯，好顶，走呗，抠走，
还有 W 没事，恐惧。哇哦，这都能追死我，早知道我换他好。哎，我应该换他俩一个的，我应该把那包女杀了。但是巨魔吧又有那个抠，我又怕他减我攻击力，你知道吧，我就没乐意杀那包女。行，好啊，包女，行，这包女啊还不烦哪呢。那巨魔有减攻击力，我怕那包女不好杀，你知道吧，我感觉我跑肯定是能跑，但我没行，我没跑了。包女打暗坑，我是吧，包女行啊。呀，摁错了。好好啊，那边跟我找包女来，也去找她。她有闪现啊，我们记着一定要等她闪了我们再打，否则打不死。来，把包女给我杀了来。那我们这波直接掏女警。那就杀碗猴。这怎么一个人头也没有，下来干嘛来了？干嘛？想的挺好啊。现在差谁没杀？差发条没杀，一会儿把发条杀了就好了。收一波，收一波线啊！我们直接回血，这个得用 E， 不用 E 收不到这车，走了。先换个扫描。别杀了，走走走走走。哦，螳螂被吓荡了，我变成中单梦魇了。先恐惧他，挠挠挠挠。挠挠闪现躲 Q 一下，回头挠吸血。哎呦，差一点点血没吸上来。我药没有用，我刚才药身上有，我都吃了一个药了。刚才为啥不闪现跑？因为想把发条也杀了。我有吸血，我想试一试。真能跑啊，小老弟，你是真能抢！你抢了我多少个人头了？你给我反省！我套你猴子的！巨魔会不会来呀？这个巨魔我不一定能打得过他呀，这波。嗯，
不一定能打得过，算了，不找他打了。哎，看来这发条得杀了啊，下波。发条得杀了，三杠一了，我们去把这发条杀了，正好攒一个终极猎人。先上路收波线，然后呢，中路杀波发条。看看能不能顺便杀个巨魔，如果巨魔吸我们，我们最好是别跟他打。没吸到，吸我 W 上面了。走，找发条的。我本来要杀发条，你非得要送我，兄弟。嗯，哎，我为什么点的气定神闲？我点的凯旋啊！你说我本来就想杀个发条，非得要这包女要死一把，你这讨不讨人厌？不杀你不让走，这波呀，这波是舍己为人呐。来，我赶快一波的发条，死定了，扣死，500块钱，舒服。掏几层塔皮，差不多了。螳螂进野区了，我们找一下这晚猴。这里头有眼儿，巨魔杀了也不值钱呢，我都不乐意杀他都。我们还是杀发条吧，杀了巨魔没啥用，他没用，你知道吗？哇，皎月单杀，漂亮个皎月！其实该回家了。晚豪死了，女警也得死，跟我找到女警来。耶耶，收集者他在哪里？嗯，女警出来了。哎呀，我忘记换那啥了。一会儿记得让我换一下啊，我忘记换了。啊，女警还在这里。黑天啦！天黑了，该睡觉了。
换一下元件改造。表扬一下这个，我想打水友赛啊，他让我们换元件改造。女警出来，发条出来，还是女警吧。天黑啦，该睡觉啦。ADC 指定就骂死这巨魔，我跟你们说，都是你养的，包女的人呢？来一哈不溜，挠。十秒钟啊，我来啦！搁哪呢？包女的，包女要干什么？走呗。挠、no? 有蓝没？打个蓝 buff。哎呀，放 W 干嘛？按错了。出个收集者。也可以来个九头蛇，这样我们一个大招40秒。不来九头蛇52秒，算了，还是收集者吧。我16级，这女警怎么的复活时间也没我大招快。不解说比赛吗？决赛我解说行不行？有那什么，有红 buff， 我们去把红打了去。不是啊，这碗豪是对面的吗？哎，为啥是对面的碗豪啊？这不是我们家的人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东西呀？我靠！我瞅是我们家人啊，不是我们家螳螂来了吗？刚才不是我真的看着是我们家人，好像是。这个位置能出现对面的人，我都没想到。那包女儿挺有意思啊，晃来晃去然后死了。女警闪现打出来了，可以。飞人有距离啊，等一会儿。给我挡一下子，那泰坦一点没打辅助的精神呢，给人挡技能啊。
先把那花条给我杀了，我再挠个50，不跟你玩了。